这个陀螺非常神奇，你会看见上面有六个点数，对，它可以预测到呢基本上跟这六个点数有关系的所有东西。好，你会看到这有个骰子，那我们知道骰子有六个点数对吧，刚好跟这六个数字一样。现在你先随便在桌上丢一个点数，随便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呢你现在丢的是五点对吧，对，五点，来随便在上面转一下，把这陀螺，好，注意看它会指示到什么地方呢。好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呢陀螺停的位置呢刚好就是五点对吧，对，如果光是这样呢不代表这个陀螺神奇，因为我可以看到你骰子点数。嗯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牌，我从里面从很多扑克牌里面抽出了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，来感应一下，从里面随便抽取一张，抽一张出来。好，记住这张牌没有？记住了是吧？好，这张牌呢是从里面随便抽的对吧？来帮我插进来，把牌洗乱。那我现在也可能不知道你抽的是什么牌几点对吧，我刚刚说过这个陀螺可以感应到呢基本上跟它点数都有关系的东西，在上面请你感应一下呢。好，来再转一次，两点，刚抽的二对吧，对对，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